哦，我扫地，扫地卡，对，刚从泰国回来，然后只睡了一个小时。今天就我们要选的是什么？蘸料红干，吊铁板。对，还有阿兵哥。这泰勒也是第一次吗？对，第一次，永远都是第一次，永远的第一次。这真是我们的导师伟轩，导演，这是伟轩。那等一下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看我们上船，上床，不是上船，船，哪一招？哪一招？哪一招？进攻。哦，就让我们 Let Go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钓鱼爸，然后其实跟大家一样是初心学者，那如果看到我们的话可以喊个钓鱼爸之类的。钓鱼爸，钓鱼爸，哇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你好，我叫伟轩，然后我今天又感冒风，状态不太好，所以我需要麦克风。什么铁板辣其实它有两种配法。像那个最上方，我们是接无缝环，对不对？嗯。其实它也是可以接培林转环。它可以接培林转环或是无缝环，然后下面接一个路亚环。然后路亚环的话是连接你的钩子跟你的无缝环还有铁板，把这三个串在一起。嗯。钩先在眼睛下缘位置。今天去的场的话，流比较小的话，大概下100到120。那如果流比较大的话，我们可能要下到200克左右。我先讲石漏跟快速的差别好了。石漏的话，我们就是以慢速为主。那我们慢速的话，我们是以把手去带杆子，然后这是我们慢速铁板。然后我们慢速铁板有分成长漏跟快抽。那我们一般我们的慢速铁板，我们是以快吊红杆是以那个长漏跟快抽这两种节奏，那快速铁板就是以全程快抽的状态去吊红杆，最下面，然后用把手往上带，然后再放下去，等杆子让你的铁板往上飘，然后等你的铁板往下吊的时候，杆子会成直线，然后你再以下一个动作再接下去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快抽是指以把手快速抽，然后再以往上推，然后以长漏为主。一般我们吊红杆都是配这两种节奏。那我们通常抽铁板啊，你要想像同手，你要用同手同脚，就是你在抽的时候，你要用把手跟杆子一起往上带，然后一直一起转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你这样子你的铁板它只会跑。当你这样子做动作的时候啊，你的铁板只会跑这样，它只会跑这样子。那如果当我们以做这种动作的时候，我们以杆子跟把手一起往上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抽的时候，你的铁板才会做出它应该有的动作，它可以跑出它原本有的动作。那红杆它会对于眼前会消失事情会有兴趣。他如果对于这个铁板，他串逃得非常快，都会引起他的兴趣。可是当你今天如果是铁板抽得不漂亮的话，红杆他会一直跟着看，他只会跟着看，或者是头撞一下，然后他也不会吃了。就是我们红杆是以打顿点为主。你不管你今天是朗快、朗大，都是要以打顿点为主。龙爷，拜拜！西红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李子加油！有了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